家好，我是小鹿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女人不正经会说哪四句话。一，我喝多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如果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说这样的话，那便是这个女人的不正经。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女人真的是喝多了走不了路了，但是绝大部分是暗示你把她送回家然后留下来。二，我失恋了，你能陪我聊聊天吗？失恋是女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女人能够想到你，说明你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可以的。她更需要一个真正对自己好的人来关心自己。这个阶段是女人感情最容易击破的时候，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个阶段，便能虏获女人的芳心。三，我肚子痛，你能帮我揉一揉吧？很多女人都会有经常肚子痛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我肚子痛，你能帮我揉一揉吗？这便是一个很好的暗示。肢体接触是两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，男人不要当个大傻子一样听不懂女人说的话。四，我的生活中对我好的没有几个，你算是对我很好的了。他如果对你说这句话的话，那代表你有90%的可能性都会跟他发展成男女朋友。男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特别会有征服欲。如果女人经常跟男人说这些话的话，那代表你真的可以跟他试着进一步接触了。本期节目